兄弟们，我们看前方，我们要走上金色大道。你真的走上金色大道了，兄弟，替你高兴，替你骄傲。兄弟叫爽的，我绝对不会忘了你跟金条的。喂！你会为了金钱付出什么代价？我无怨无悔。要是我看得见，一定看到你眼睛在发光，贪婪的光。你最好的朋友。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，我一定不会选择做这条路。刘牧，我可以回到以前吗？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。我还能回到原点吗？ 金色大道，你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。